不要乱动，别打乱了老大的计划。哎，我们今天到底要接什么东西啊？不该问的别多问，保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还有你，还有你，还有我。你是谁？打赢我再说。慢了一点，慢了一点。哼，我叫穆青，你有无冤无仇的，你呢也别怀好事。站住！夜明珠是不是你拿走的？哼，夜明珠如果是我拿走的话，我能听你在这废话？可是那天的镖是你结的。镖是我结的，但是那天的箱子可是空的，如果里面有夜明珠的话，别说是黑夜了，白天都是啊，你懂的。当天还有其他可疑之处吗？当天我兄弟说在混乱之中沈家有个镖师偷偷跑下山了，